飞哥的路上已经完全康复了，不要不要，这个嘴上，飞哥，来来来来来，今晚哥决定这一碗包拉特了，牛肉面，来，体贴体贴你，我咋不联系？ 哇，这个还快上来准备。哇，太过瘾了！辣的不行，来点葱。好吃是好吃，太辣了，兄弟们，陕西吹口。好。 你给我拉过去，你给我倒点汁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见这松皮吃炸碗还倒醋了呀？那个屁！咋的了又？奶奶！哦，皮疼不行。咦，猪肉！兄弟们，咱们今天去河南吃一碗正宗的河南烩面，出发！大家好，我是爷厨子大壮，今天。 给咱们做一个正宗的河南烩面，哥，你不是大壮，你是大佬。咦，你个大，咦，你个仙球啊，该死！咱们先熬那个羊汤，羊腿、羊排，串一下水，去腥散咸桃。太子不能烧，仙球我上头点。少来一点咸盐，加水。那边传水，这边热个开水。 你米面肥哥，你和了面不中啊！你能正常点吧，朋友们？哎呀，这不是给你直接再现一下你正宗的河南烩面吗？你个新球啊！<笑>高里头，放好了香料，高里头，熬上4个小时，开始准备配菜。 把骨头捞出来，飞哥，哎，你看看它肿不肿？肿。哎，滚！一定要记住啊，捞出来的骨头还能吃，千万不要浪费。骨头捞出来之后，咱们开个调味，放盐、鸡腿和白胡椒，就可以了。开始切羊肉，看见吗，兄弟？下这个肉是切片还是切块？切块，切块是火印。哎。
然而我要吃大块的。不过，哟，真没劲道啊！你买一个上一块。漂亮，帅一帅，羊肉再帅一帅，牛肉咋样？看着绝对没问题。来点红油辣子，再来点山西老陈醋。好，开饭。来点葱，更有味儿。上吧，收缩宝贝儿同学们。浓郁的羊肉味儿，没美。师傅啊，这一万回头。这都不高，牛逼！咱骂你一下啊！飞哥，你快听听他回没？中不中？中中中中着呗！老雷，配菜都买下来了，咱今晚是一屋吃，说你怕鱼扔过去啊？怕鱼接住啊？你也真过来啊。这两条鱼真美，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，这是两条海鱼。哎，鱼怎么样呢？美的美。先腌下鱼头，胡椒粉儿。鱼头对豆腐，鱼肝、鱼籽儿、鳕鱼花、鳕鱼花啥嘛？不知道，自己搜的。OK， 再煎个鱼花。老雷，这鱼真美啊！鱼花，我已经擦过了，这东西发不到手啊，刘伦。